林心如，我相信每个人都很熟悉她。自从出道以来，她演过许多精彩的电视剧，现在已经是一名老演员了。她从当年的紫薇格格到如今，依然是一位43岁母亲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依然有很多人喜欢她。现在作为一个家庭事业都很成功的女性，让很多人羡慕不已。霍建华和林心如婚后，两个人相当低调。生完小海豚后，林心如的身材一点没变，但是林心如依然努力保持身材。但是大家也知道，不管怎么保养，人终究是会有老的那一天的。当初那个时候，大家都夸林心如40岁了还像20岁一样，什么什么天花乱坠的。但是就在前段时间，林心如参加活动的照片流露了出来，林心如真的老了，满脸横肉，谢谢老太。网友，这才是43岁的样子，虽然跟之前在网上看别人吹的天花乱坠的有点不一样，但是这样的林心如才符合她现在的岁数吧。不少网友也感叹人都有老的那一天，43岁的人是不可能像23岁的。